演员袁立在朋友圈中表示，华谊兄弟的王中军曾卖给他两件收藏品，经鉴定是假的。针对此事，华谊王中军通过华谊兄弟微博公开回应，表示事情并不复杂，真假也不难求证，清者自清。袁立随后在微博中公开回复，表示他付了150,000，但没有这件作品的任何证书，他甚至不知道作者姓甚名谁，当然也没有任何发票。他的理解，这就是朋友间的买卖，不像别的藏品有证书。针对王中军在声明中提到的袁立没有和几位当事人沟通就选择直接宣之于众，袁立表示老早就沟通过了，还称自己又捅马蜂窝了，是不省油的灯，一天到晚让人操心。而雕塑作品的作者魏小明也发表声明称，作品100%系本人作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